猜这样子。要不然突然直接一个女孩跟人家要赖，很奇怪啊，没道理啊，不会那么主动啊，那是诈骗。你认为我还有什么可以被骗的？赵正平晚教小22岁空姐，时隔2年巧遇加赖擦出爱火。赵哥，另外想请问一下，就是过去你在那个一起发光这个接触跟奉献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？你哪一报的？你哪一报的？三立新闻。三立新闻。真的每个地方都不一样，就跟你拜的庙也是一样，每一家庙规定也不一样。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状况，所以我也不在那当中，我只是认识其中一些人，所以我就不理智。总归一句话啊，上帝都知道。那你过去奉献跟那个收据数字是一样的吗？把焦点挪回55年磨一剑，或者是你们继续问他的绯闻都 OK。哎，那记者大大就不客气啦。赵正平2021年在综艺大热门宣布结束6年婚姻，去年则在小 S 节目上认爱，与小22岁的空姐恋爱 ING。虽然类有最萌年龄差，但是一定是以结婚方向走哦。不是国内的航空，欧洲通通那边。阿联酋之类。那你这样远距有什么危险？没飞日啊。退下来，嗯，你没退，哦，为你这样，不是，浩哥难得会语塞，也没有啦，不是我，你们也知道，我本来就是不喜欢把私事拿来张扬啊，没有啊，到热门啊，对，我是结婚，对，我是结婚，我离婚，我离婚，那个不一样，那是一个点，那是要做告知，是通知，幸好今天 BB 好险，哦，要不然那个也是。帮我跟他问个好。当初怎么认识？故事有点长。我们之前在一个餐厅遇过，但是合照、合影、拍照、签字这种事情，我做太多，我真的会忘记。所以2年后到另外餐厅再遇到，他说的时候我真不知道。我很积极看他滑手机，他滑以前照片的，啊，给我看。哎，真的有是我，真的好巧，我在那边又遇到有一个家餐厅男的，状况还不错，东西还蛮好的。那就问说可不可以有机会来邀请他？啊，我也是很客气啊，好，没问题没问题。我想说赶快请教还是干嘛？他对方主动讲，他不能加个赖。啊，想想看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好吧，加个赖。就这样慢慢开始。加赖加过去，要不然。突然直接一个女孩跟人家要赖，很奇怪啊，没道理啊，不会那么主动啊，可能是诈骗。你认为我还有什么可以被骗的？交往期间有吵过架？小吵小闹一定有啦，说没有是骗人的，因为差太多岁了，其实会有一些价值观有问题。那你们两个差距比黄子佼跟孟耿更大？我是22，破纪录全也没有啦，还有比我差更多的啦。我其实哪有破纪录，没有，只是我现在还活着。他被你骂哭过，你不是很常骂哭？刚开始有，对，闹到差点分开嘛。啊，不会了，我们没有这个问题。如果这个有结婚的话，会有心想吗？那就一切都要问上帝了。